是问起吐槽，什么七世情缘，根本是七世魔咒。相爱了却不能在一起，在一起了却人鬼相隔，这是哪门子的情缘？雪破点头如捣蒜了，认同施文琪的话，觉得七世情缘的事得查清楚，可姻缘是月老在掌管，只有问他才会知道。所以领圣妖王推推木尘神尊，说他不是与月老颇有交情，这事就交给他。木尘神尊态度强硬的拒绝，说他绝对不要再见到月老。灵圣妖王眯着双眼靠近的木尘神尊，说他这般反应该不会是下棋输给月老跟人家翻脸了吧。